皮下脂肪厚，哪种减脂较有效？皮下脂肪偏厚者做机动减脂还是冷冻减脂会较有效果？这个应该是冷冻减脂会比较有效果，而且它需要蛮多次的。那你看我大概要多久？这个的话就有点难说了，看你是肌肉型的还是脂肪型的。你要摸一下才知道，摸一下就知道了。待会你留下来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